家人们，我找到一个比去健身房更有效的减肥方法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由于我们不停的吃吃吃吃吃吃，肚子就像怀孕了一样。于是，玩手机游戏不是有每天签到领奖励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锻炼一小时，就可以在我这边领一个小礼物，连续一个月就可以领到这个超级可爱的茉莉公主。你看她的皇冠还可以摘下来，这动力不就来了吗？我在想是夏天陪你遇见浪漫。30天后，体重减了10斤，还得到了这么多礼物，谁还去健身房呀？快去试一试呀，家人们！异地恋想看女朋友穿婚纱怎么办？那就自己穿上，然后打开特效，挑一张女朋友的照片，然后把脸变成她的样子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对了，还有件 JK 和女仆装，大家想看我穿哪件？谁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？只要你有手。稳了，一切都稳了。中午吃剩的米饭有吗？把它们倒进塑料袋里揉碎，揉成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再来一个火龙果，拿出随便几块钱就能买到的月饼模具，放进模具里再加一块巧克力，只要你花一把游戏的时间，特制手工月饼就做好了。女朋友还能说你不用心吗？在哪里你能听到这么溜的恋爱技巧？跟上威哥的节奏。妈，哇，这么多啊！别动，这都是我的。那我就自己解决吧。看我用尚方宝剑和小李肥刀扎你。忘不掉的男朋友玩游戏前的准备，这是专门为你打造的 VIP 休息区，这里有你爱吃的甜点，还有水果和饮料，还有撸猫服务，吃腻了还可以欣赏美丽的星空和月亮。也没有月亮呀，这也难不倒我。3、2、1，没有月亮我就给你造一个出来，咱主打的就是有求必应。安排完毕，终于可以安心的打游戏了。挑战一遍成功。大米5、1、5、2、5、3、5、4、5、5，五粒大米搬回去，5、5、5、4、5、3、5、2、5、1。当我拥有一只小猫咪，妈，你看，我送你一只小猫。你有病啊！你看，它还会跟着我跑。大家帮我给小猫咪起个名字吧。开学打招呼的正确方式，跟同学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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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老师。女神，爱像极了爱情，你我绝不靠近。你看，你又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这些是什么啊？想成为最亮的仔吗？啊？看够不够亮？对了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洗过牙？我来帮你洗。必须要好好的给你清洗一下。当我假装花光男朋友的私房钱，今天我请客。你今天怎么这么豪横啊？一会儿你还想干什么？随便提。我要去看电影，然后再去 shopping。果然不花自己的钱就不会心疼。我还是跟你坦白吧。嗯，这些都是用你的私房钱买的。那个卧室里有只大蟑螂，能不能帮我去抓一下？哦，在哪里啊？你要不打开这个柜子看看啊？嗯，喜欢吗？今年换我送你小花花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的私房钱，一分没动。看完你就知道要做给谁喝了。按顺序放入一斤排骨，再放入冬瓜，撒入葱花，再撒点盐。我给你做冬瓜排骨汤。你也太好了吧！你确定这是冬瓜排骨汤吗？喝不喝？男朋友送的玫瑰花会有多奇葩？七夕节想要花花吗？谁呀？安排。全身上下都是花花。
你是要去扭秧歌吗？好好，你等着啊。拿着它，你就是最靓的仔。你确定不是最搞笑的显眼包吗？知道你喜欢小花，给你安排了，鲜花需要保鲜，快冰到冰箱里去。虽然只有一朵，但是我也满足了。看后面，我怎么可能不给你准备花花呢？我在小车夏天陪你遇见浪漫。嗨，今天下班有点早，回家给猪做蛋糕，走着。男人会做饭，生活更浪漫。男人会炒菜，胜过高富帅。男人会煲汤，温暖又健康。男人厨艺好，你老婆不会跑。懒猪懒猪，起床了，吃个石榴小蛋糕，今年家务我全包。尝尝这个巧克力，快戴上试试。提前让男朋友体验女生怀孕的辛苦。还是我帮你生吧。看完你就知道要发给谁了。每日佳慧来一遍。老婆骂我千百遍，我待老婆如初恋。老婆虐我千百回，一生一世永相随。老婆骂我心不毒，我待自己如保姆。老婆永远是上帝，一生一世永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许拍，删掉。这件为什么不让我穿？这件太暴露了，不能穿。那这件为什么不让我穿？上班穿的就这件太没诚意了。那这件既不暴露也没有穿过，为什么不让我穿？和你闺蜜撞衫了，绝对不能穿。那这件都没有拆过，为什么不能穿？这是去年的款了，已经过时了。那我到底穿什么？是这件。每次逛商场经过这里，他都要看很久才走。那我们这次就买一个。可以啊。你约够了吗？偶尔拆一个我就满足了。哎呀，这天气好热呀，帮我去冰箱拿瓶水。没办法，我就是忍不住想给你买。真的有人可以抓到娃娃吗？我来帮你抓。为了抓到我喜欢的娃娃，看得出来他很努力。半小时后，太难抓了。没抓到就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，望着天，看星星。牛不牛？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。哇，这黄桃好香啊！不仅香，还很甜。真假的？你想吃吗？不想啊。家里男人很怕热，一招就搞定。手机给我检查一下。随便查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我发誓，我绝对只藏了这100块私房钱。你在这里干嘛？坐在地板上凉快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。寒心，真正的心寒。